这辈子我遇上一定是我的福气。王一丁，我带你吧。今天真不好意思，害你把脚摔伤了。我很重的。穿过时间的缝隙，没关系，我每天带我妹上学，成绩很好。吸引我，这些配件都是你换的？啊，我第一眼都没认出来。这顺眼的光景，头上这个灯，最亲密的距离，也是我自己喜欢的。着你皮肤，坐灵车回来了。走过去，我是回来想告诉你一声，我是特意打听过你的分配去向。我想以后还跟你一块骑车回家。等到看你银色满际，你的朋友李河满，等到分不清，他趁我家没大人，他欺负三立。才敢说什么？那姐，你干嘛？不就可惜了吗？这么恶心的东西，有什么好可惜的？还有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？要多久才能够你切记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，要怎么探寻，要多么幸运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单。男女主角你们在一块但是他们都留守在了国内，觉得孤单的时候可以相互陪伴，债不还清。那等你们回来，我给你们下馄饨。好，好。那我陪你在国内一起上。要是你，你会挽留吗？这辈子遇上一定是我的福气。同学，你叫什么？我叫三立。哎，三立，我觉得你这人挺好。你孩子有时候也可以主动一些啊。现在我能够找到自己，就累了。我相信你。你刚刚说老板存折给钱。三立。三、二、一，前方。